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私は关某人ですよ。这期视频我又求了几个兄弟来排位组成了一个新的偶像组合，他们分别是打野周瑜、射手阿离，对抗昭君中路高渐离，辅助龟。那么在游戏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要说几件事情。之前的有些视频上面呢，有的人说啊，你这个排位不能选五射手，不能选四法师，会重开的。对此呢，我只想回复，有没有种可能啊？我说的是可能，这个五排呢，它不能重开。但至于为什么这一次没有选四法师，把小乔换成了公孙离，主要是我不换，没人愿意给我排位呀。我把原本怎么发出来，他们都叫我爬。一个 UP 主在自己的粉丝群里面甩链接，问人有没有一起录素材，他们叫我爬。不过我关某人皮糙肉厚啊，已经习惯了。那几个叫我爬的人呢，也在第一时间被我赏了一个月的禁言。只要我关某人还在，这几个管理员他们就翻不了天。所以筹备了半天啊，咱们就搞了一个这样的阵容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开始游戏。这周瑜打野呢，我也是略知一二的，咱们可以双野开。看我这一波操作，满满的全是细节。十二过后，咱们直接使用一技能把这个火呢给扑到那个狼坑去，这样子可以加快我们的刷野速度，还能攒二技能。不好意思各位啊，我是后期的管某。周瑜这个英雄呢，我基本上是不玩的啊。这期视频如果我的操作烂了，技能点错了，希望你们可以随便说，反正我也不听。现在升完红区，咱们去反蹲一下敌人。他们靠近了，咱们先放个技能，一技能吹啊，好，没有吹到，完了操作乱了。现在我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啊，大刀一吹好又没有空到，再见吧。几声鱼何声亮，这一波惜败啊，惜败。对面想趁我死的过后偷这个蓝，休想，咱们一个惩戒直接拿下。对面掉点很严重，所以咱们呢就反进对面的野区，反完红 buff 过后再收三头猪。来下路清一下兵线，队友好塞啊。我是混子。混归混，这个龙呢咱们还是要开的，打野的节奏不能断。好，惩戒收龙，喂，不是吧，这孙子带着一个不要慌，我开个音响扭转一下局势。走，咱们现在带着音响去找敌人。这个干将不用管他，他就是个摆设。来到战场，咱们大招控波双击，哇，伤害之高居然打掉他整整一格血量。对面后羿这个位置啊，他网卡了，再打他，给我 YJ 的是吧。这还有一个顶着红蓝 buff 的桑奇，咱们不能放他走。丢出二技能，咱们一技能一吹，对面的桑奇呢直接被吓得焦闪。耶，对面干将又拐了，咱们先丢个火。他对我们的鬼谷子有想法，大招一吹，网卡了。手上没技能，咱们就使用朴素花的普攻吧。哎，对面上去又分坏了，那你就别想走了，把他给封住。他这个红蓝 buff 可比干将香啊。哎，他丢草了，咱们 A 他两下。好，丢个技能，大招一吹，拿下。在红蓝 buff 走音乐大道，丢个技能，咱们铺个路。对面后羿很明显没有注意到我，咱们再开大招。这就是 Music 的奇卡拉卡，来压下下个塔。对面孙哲开船了啊，咱们战术开溜，顺便丢出了技能拦截下昭君身后的敌人啊。对面上级被我火烧了，咱们丢大招想跑了啊，结果又被昭君给冻上了。对面后羿靠拐了啊，鬼谷子拉他，咱们丢火配合队友，十分轻松的啊就给他阴死了。孙哲开船，咱们开溜，昭君走好。啊，这一波操作我愿称你为国服昭君，没事接下来，完了吹歪了，对不起，我一技能吹出去了。这压高地呢，咱们先铺两个火，然后用一技能把火给吹进去，这招叫做布阵。哎，完了，昭君被开了。不过不慌，是时候看我们的配合程度了。昭君叫闪，公孙离让我回推，鬼谷子技能拉回去，昭君反手一二技能反杀。哎，教科书般的配合。这里开暴君啊，这个暴君的操作呢非常的细腻，差点给我反杀了。配合鬼谷子拿下暴君啊，但是刚拿完暴君，咱们队友就嗝了两个。逆风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。对面想趁我们扫人就开龙，抱歉，我不允许。那打完了啊，那没事了。哎，同意的，还不行吗？别，这么打不行的呀，感觉会输的呀。现在复活了，对面一堆龙兵，鬼谷子点了个撤退，然后开了个奔狼。啊，怎么的？觉得我移速太慢，加快一下我靠近蓝 buff 的速度吗？我还在下路清兵线，咱们的昭君呢就被对面给开了。哇，人手一件法防。后羿和干将脱节，咱们先扑个火。鬼谷子和高渐离冲上去了，咱们先封一下敌人位置。哎，好，封了个寂寞。不过还好，对面的后羿呢被高渐离给击杀了。公孙离也收掉了孙策，这一波一换二不亏。昭君探草，探出来个，怎么在这个草丛？居然真的会有人藏在桑奇的草里面。干将被发现过后呢，他就逃呀，我们就追呀，他就逃呀，我们就追呀，追了半天呢，他剩一丝血，然后跑掉了。这一波让干将直接跑了，我没拿到这个人头，我感觉我身上有一万只蚂蚁在爬。哎，不过还好啊，收掉一个桑奇。对面诸葛收掉了昭君啊，不过他也不想逃。咱们几个都是玩硬地，现在人不齐，咱们等一下昭君，等人齐的过后，咱们就可以集合开演唱会了。敌人打龙还打得起劲，咱们队友已经靠近了。鬼谷子闪拿诸葛后羿，高渐离二一秒掉诸葛过后，随后释放大招，后羿被击杀，咱们射手还在追击，收掉干将还是个桑奇，桑奇交闪，但公孙离没有想放他走的意思，桑奇急了，回头放了个一，但这也只是垂死挣扎罢了。当时战斗这么激烈啊，我在干什么呢？我在摸龙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又过不了墙，我又没有位移。
喷水晶了，对面只剩个孙策啊！不要急，咱们进去给他开个演唱会，用咱们的技能特效把他的泉水给填满。怎么说，孙策啊？感动吗？